好嘞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再回来喽。二军也有着3.41%的打击率啊。被叫上一军的前面几场比赛啊，都在板凳席待命啊，今天是获得代打亮相的机会。看二军的成绩也真的蛮不错的哦。目前通算来讲，四个赛季打下来2.84%的打击率哦。这个球棒子没有完全出去的情况下，二垒方向，没问题，接球传。